天除咗会谂起西瓜之外咧，就梗系会谂起椰子噶啦。今日就教大家整一个非常简单嘅甜品——椰汁奶冻，即刻睇下咩材料先。成啦，佢冻又冻又咁，好似好好味喎。唔知道味道系点嘅咧？用咗椰浆同埋椰黄水整咧，椰汁味咧真系非常之浓郁，就好似食紧成个椰子咁样啦。中意食布丁嘅你，有多个选择啦。